大家好，欢迎来到知敬讲堂。我们今天啊很难得的，请到我们这个波兰斯坦先生啊，听着名字就知道说，第二他是波兰来的，名字叫斯坦，欢迎斯坦来到我们节目。曹东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请你先跟我们这个观众介绍一下，简单的你跟台湾的关系。好，首先呢，我是台湾女婿，我太太是台湾人。我教育也是在台湾受的，大学是在台湾念的，那初步的工作经验也是在台湾的，所以我算是从18、19岁就待在台湾，后面就是有回到波兰一阵子嘛，也是因为要照顾家人的部分嘛。那现在做频道，我的频道也是跟台湾的政治相关的议题，还有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有关。哦，我们就希望台湾可以在国际上找出一席之地，然后希望可以团结所有的能对台湾有帮助的力量，像是波兰教宗，勒王保罗20说过，没有团结就没有自由嘛。那我们为了保护自由，要团结一切。所以，我们很欢迎这位台湾女婿。我们现在台湾的处境啊，其实很需要国际的了解跟关心呐，啊，所以你的背景啊，可以其实对台湾帮忙很大。那么台湾呢，现在我们必须要让国际了解啊，两岸的紧张情势啊，跟我们台湾其实没关系，都是大陆单方面在找麻烦。我同意。对啊，那么台湾内部啊，就面临中国的威胁啊，大家这个意见分歧。啊，现在其实社会有点对立分裂，这个是台湾的比较危机啦。那最近我个人是觉得说，我们台湾呢，应该啊，大家建立共识。那我认为建立共识的方法就是说，第一个，大家都要和平嘛，是。是吧？没都要反战争嘛，对不对？那可是你要定义什么叫和平，什么叫战争，对不对？和平讲的是保持现状嘛，你不要去打搅人家，人家不打搅你，就和平嘛，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有战争呢？就有人想去改变别人的现状，是。别人不同意抵抗就发生战争，对吧？像现在俄乌战争这样子吧，普京要去改变，乌克兰的现状。对嘛？那乌克兰拒绝嘛，所以发生战争。核战应该有这个比较清楚的定义那如果这样清楚的定义之后，你就知道说。台湾当然是希望保持现状的，是啊，对不对？那么谁来改变？是中共啊。所以如果有战争，一定是他在找麻烦嘛，对吧？这个台湾应该第一个了解。可是现在很多人台湾说，哎，你台独，你就是引起战争。其实呢，他不了解，我台独就是我是最和平的，也就是说我想管我自己事，不关你的事情，对，保持生活方式嘛。最和平的嘛。那我们为什么要台独？因为我们要民主啊，那中共是专制的啊，我们不过他那种日子啊，所以说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情势，对吧？所以因此我认为说，我们现在大家要了解说，今天找麻烦的不是所谓的台独，是中共要吞并台湾，是。对，就这样。那么这样来讲，把清楚的解答了之后啊，你就发觉说，比方像马英九跑去大陆。他有没有这种清楚的观念呢？你从外面看，你看你谈了马英九，你觉得怎么样？首先，针对维持现状的部分，我也想补充一个东西，因为现在全世界都是在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件事情嘛。当初俄罗斯还没有全面入侵，很多专家都说啊，普京不会打，然后还会偷骂乌克兰说啊，那是什么北约东扩的问题啊？他说啊，那个乌克兰自己惹事啊。但是问题是说，北约东扩。北约有没有东扩？而且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想要加入北约？这个很简单呢。苏联瓦解以来，其实俄罗斯他没有放弃他的对外扩张的野心嘛。我们看1994、1995年，叶尔钦的时候，他就有达车臣嘛。然后后面普京上任，他也是从达车臣开始，后面就是去打乔治亚。那时候，其实这些后面加入北约的国家，因为也有跟俄罗斯的那种不愉快的经验的历史，就知道他会想要侵略我们，所以加入军事联盟本身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情哦，因为那要付出代价的，那也要付很高的
会员费嘛，对，然后你的军事的 GDP 啊，然后那个你国防预算在 GDP 的比例也要上升嘛，有各式各样的条件嘛，然后你内政也不能太贪腐啊，你很多东西都必须要改才可以加入，所以不是北约东扩，就是华盛顿 DC 有人说，哎，波兰你是我的，你要加入北约，没有啊，是波兰人自己觉得我们要加入北约。我们要加入欧盟，我们的选择是这个，因为我们那样，我们先要保持自己的民主制度，而不先要被专制的国家说三道四。像是在以前波共时代，波共时代波兰人民共和国，它的表面上独立国家没错，但是连它的宪法都是史达林亲自批改的，所以我们不希望这种历史可以再演一次。才希望可以加入到北约嘛？那芬兰我相信也一样啊，瑞典也一样啊。那乌克兰他也当然是希望自己的民主、自己的自由有所保障。这种时候，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状况也是很类似的。台湾人就是希望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民主制度。那马英九他身为台湾的前总统，他身为台湾的前三军统帅，现在去中国就是在那种极度紧张的状况之下，跟国际环境，极度危险的时候，因为他还说放弃和平统一，这就是叛国嘛。然后他也说台独也是叛国嘛，台独是危险的。但是你去投共，有没有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啊，也是有啊。不过这件事情，我认为曹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认同我的想法。现在无论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因为现在中共也非常喜欢用中华民国宪法跟中华民国的法治去打台湾，然后你看国民党到中国那边，他已经说中华民国死亡了嘛，就是有那个墓碑在南京嘛。马英九去采访各种的地方，他也是被说成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他也不敢在那边说他是中华民国总统，然后他说台独是违宪，同时拒绝和平统一也是违宪，但是他自己去投共也是违宪。所以中共是想要创造一种法律上的环境，好像你两个都是违宪，你无论是民进党或是国民党，唯一正确的路线就是要跟中国在一起。我觉得他的陷阱就是在这里。而马英九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一定知道，只是他可能有其他的目的。很多搞政治的他没有逻辑训练，Logic 对逻辑，我们谈逻辑，第一个必须把很多东西定义清楚，不然你就乱说嘛。是，所以现在你看，比方说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国，这个不能混在一起啊。是啊，可是你看马英九是做人啊，他讲中国的时候啊，你不知道他讲中华民国还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对？如果你讲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什么统一的理由啊，为什么统一啊？对啊，而且现在情况是统一就是被他吞并嘛，是对吧？中国要统一啊，他讲的是一个没有定义的中国，啊，那么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间的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背叛了中华民国，跑去独立成立一个就是为了共产党国家共独嘛。对不对？那所以说你现在帮着共独说要统一，等于说继续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吞并台湾嘛，啊，就是这样。所以他这种行为呢，我相信说你要问他，你在讲的是中国人，到底讲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当然台湾和中华民国是不能分离了，因为如果台湾没有了，中华民国也没了，也没了，对啊，甚至可以说这样讲，就是说。所谓中华民国派，像这个马英九啊，怕了就是说台独，就是说台湾是台湾，啊，中国是中国，那么他中华民国就没地方生存了，就不见了。他们是怕这个，啊，讲统一实际上他是想维护他的中华民国，啊，可他没想到这个中华民国本身呢、啊，一个等于说卖假药的行为。其实，在中华民国在1949年。照中共的说法，你灭亡了嘛？对啊，有墓碑。台湾是个流亡政府来台湾的、啊，那么你当时就卖假药骗台湾老百姓，说我们要反攻回去，啊，大陆地方是我们的，我们要反攻回去，你们要跟着我一起打回去啊，骗台湾老百姓啊，骗了几十年。
那么真正造成说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啊、主要是美国第七舰队是1950年开进台湾海峡，就你们通通不要到，对，中国也不能打过来，台湾也不能打过去，所以说分裂的两岸呢、啊，实际上是你要骂你就敢骂美国第七舰队嘛，不是跟台独有关系。包括分开的时候，我不读，我怎么办呢？对，所以这个就是马英九他们不想讲清楚的，对不对？啊、哦，还怪台独，怪来怪去的，其实就是说，美国人基本来讲就是把台湾跟中国，美国人其实啊并不认为台湾属于中国，对，起码啊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嗯，啊、哦，这个他们都不讲清楚。你看最近那个普瑞泽以前的那个。IIT 的主席啊，他最近讲了，到这个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宣言呢、啊，讲这个台湾归还中国、啊、那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所以他归还那个中国是讲中华民国，不是说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本身，因为你如果是以国际法来讲，一个地区的归属。一般来说都是要有国际合约来决定国际协议，对，但是开罗宣言它只是一个宣言，对，波茨坦公告，因为波茨坦那时候那个和平会议的时候它是有两个，一个是针对德国战后的德国，它是一个协议，那针对亚洲事务它只是一个公告，意思就是说目前来说还没有任何的一个国际协定来决定要把台湾归还给哪一个中国、嗯、对，只是有旧金山合约，就是日本对台湾的主权是放弃的状况而已，那照国际法来讲这样子对台湾的主权的最终的决定是在谁的身上，就很多分析师认为跟法律专家认为是在台湾人的人民的身上、啊、对，所以这个现在二月的时候欧洲议会有个报告嘛，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个他说台湾跟中国啊互不隶属，是啊、哦、第二个说唯一能够代表台湾人民的就是台湾的民选的政府，是啊、哦、也就是说呢，第一个台湾跟中国没有关系，第二个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代表台湾人，对不对？等于说你在那边说三道四啊、哦、那这个本来很清楚了嘛，那可是马英九跑去中国啊，跟他们勾勾搭搭，就等于说，哎，还是说把台湾跟中国拉拉扯扯。嗯。第二个还是不承认台湾的民选政府是代表台湾人的，即使他当过台湾的总统，啊、哦，他现在等于是自毁他的立场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马英九的，跑到中国去，其实他不是说他心眼很坏，那他一定是很糊涂的。他不知道在干什么，那么他这样来讲，实际上制造台湾的危险了、啊，嗯，对吧？因为你如果每天跑到中国去讲像马英九这种话，就是激得大陆回来更加决心要攻打台湾，嗯，对不对？是，我想普丁当时打乌克兰，一定有人乌克兰跟他讲说，哎，这边很多人来，我们很欢迎你来了，是，来两个礼拜就搞定，一定有人跟普丁讲这个，对不对？普丁如果知道说今天他会陷入这个乌克兰这种困局啊，他不会动的，对，他不会敢打。不过在这方面国际上对乌克兰的支持，普丁认为他可以打，我觉得也是在国际上的力量不够团结才让他误以为他打了乌克兰美国就不会提供军备啊，然后欧洲国家也会随进他，所以其实你跟独裁者沟通一定要释放一个很清楚的讯号，要维持国际法上的规则，以规则为基准的国际秩序嘛，就是美国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嘛 ，rules based order 嘛。那一旦你违规了，你就要付出代价，可能是制裁呀，那你可能你政权也会遇到一些危机的部分。当初普京他认为他可以打，其实因为他们在乌克兰一直布局。他们也有他的亲戚啊，梅德韦丘克嘛，现在也是在俄罗斯嘛的那个人，他有一个很大的媒体的力量，就是他是我以前演讲的时候有说过，他是比较像是乌克兰版的蔡衍明，
它就是有很多那种亲俄的媒体，然后它也是对政府跟对乌克兰的政治有非常大的那个影响力，然后他反而他们那群人一直对俄罗斯释放一个讯号，说乌克兰人民即使是支持俄罗斯的，他们也认为他们是俄国人，所以最后普京他收到的情报也是很多是错的嘛，因为很好笑啊，那时候那些 FSB 就是新的 KGB， 就是俄罗斯的特种部队嘛，特务嘛，他们那时候还开始在基辅找房地产，因为觉得啊，三天内基辅就倒了嘛，我们就要买房子，然后有这种事情啊，最后发现乌克兰人的那种保家卫国的精神是足够的嘛，所以就现在也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占领乌克兰。那我觉得马英九他做的事情也有点像，他是去中国对那边释放了一个错误的讯号。而如果曹董您去看那些中国的社群媒体，像是什么快手啦或小红书啦抖音那些，他们也常常会放马英九跟台湾人民，马英九跟像是洪秀柱啊，就是比较那种极统派的人才是代表台湾人民的想法，才是代表台湾人民，所以台湾人民是希望可以像是那个新党的那个主席嘛，郁慕明，我就说我们要武统啊，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爽快啊，什么什么什么拖泥带水的，要死不死的，要火不火的，就是这种说法。那有一些小粉红，就是比较极端的那种民族主义分子，他们也会相信这种说法了。但这种行为最危险的部分是说，这会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层误判，那这样也会对他们造成灾难。不仅误判呢、啊，还形成压力。是，因为像马英九、像苏起他们就讲啊。啊，打台湾了、啊，一天打败，三天平定，啊，这个就等于说让解放军很大的压力，说这么简单的事你为什么不做？是，啊，对，所以这种我是说像马英九啊、苏起这些人，对台湾来讲，他的安全啊危害非常大。我完全认同，真的非常大。所以这个是，不知道他们晓不晓得了啊？我真的很希望说跟他们像我们要面对面、啊、谈一谈。就看他怎么解释他那种行为了。他不是说他相信习近平吗？还是说他必须要相信习近平？我觉得他不相信台湾人，他相信习近平。对，而且他们这个常常被中共的口号啊，骗。是，比方讲说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你问他说什么叫伟大，什么叫复兴，他没有定义的。对啊。这个图就讲得非常清楚，你看，这个是一万年来的农业时代哈、啊，经济没有什么成长的，就是什么治乱兴衰了，是，打仗死了很多，土地种的农作物够吃就复兴，够吃了以后人口增加，不够吃又打仗，就这样起起伏伏，没有什么增长，是，那么我们这个。真正这个经济有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后，工业革命对，对啊，从18世纪、19世纪到二战以后，突然爆炸性成长。就拿台湾做例子吧，1950年台湾的个人国民所得就100多块美金，2022年是32000块美金，爆炸性成长。这个是2011年全世界的。国民所得加起来的数字现在又跑到上面去了，对不对？这个图代表什么？就是说呢，为什么会有经济成长，为什么现在社会进步，就是启蒙运动带来的。是啊，启蒙运动带来什么？就是说，哎，第一个尊重个人财产嘛，尊重个人自由嘛，是用民主法治三权分立保障个人自由，还有美国独立，对，保障你自由啊，然后你才能够发挥你的动力啊，然后大家走专业分工，也造成经济成长，这是很清楚的，这才是伟大复兴嘛，对嘛？你看这个马英九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提有概念还在这里，是，还在这里。那么过去30年大陆经济成长，靠的是西方的帮忙，是靠的是启蒙精神的帮忙，对，让他们有这个。尊重私人财产嘛，有私人企业，所以造成他经济成长。他们现在不懂这个原理，要回去走这个农业时代路，怎么会有复兴呢？
只有愚蠢、落伍、衰退、贫穷、战乱，没有可能复兴嘛。这么简单的道理居然不懂。台湾在往这个上面走，对不对？他还 往下拉。是倒车嘛，他们这些说是在开倒车。不，像欧洲大家也很清楚这样的，说东欧也要被这些拉在这边，东欧好不容易脱离了，但是我跟这个走啊，谁要回去呢？对，所以这个就是像普丁、习近平都是农业在脑袋嘛，他马上就这种人啊。那你要回到这种过去的社会啊，第一个他就是谎言、暴力。谎言，比方说台湾什么自古是中国领土，那根本胡说八道嘛，对不对？他也没有在台湾掌握过权力啊，怎么会说是他的领土啊？对，这个我整理这很有意思。你看，中共常说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他意思就是什么？说以前台湾是大清帝国领土，他是继承了大清帝国，所以他要把大清帝国领土都要回来。好，那我们看这个图啊。刚刚的图是大清帝国，是1820年的图。现在这个图呢是现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大堆啊，都是蒙古吗？俄罗斯啊？对对对，那这些红色的，就是大清帝国所谓的丢掉的领土啊，一共有差不多180万平方公里。台湾也是一样，台湾以前丢给日本啊，台湾只有36000平方公里。大概是整个里面这个大概是 2%。 是好了，那么很奇怪，就是说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不去要回这些领土，单单只要台湾？为什么？因为台湾地理位置在这里啊，拿下台湾就可以这想往太平洋去侵略，下一站夏威夷，就是可以直接挑战美国。对，独裁者的或者说以前的帝国主义者啊，他得寸进尺的。他拿到这里，想拿到这里，那我当然一定要往这边扩充，甚至往这里扩充，往这里扩充。台湾的位置太重要，而且啊，现在台湾跟美国啊是不能分的。为什么？你看，现在 AI 大发展，要什么？要晶片。没错。而且要很尖端的晶片。现在尖端晶片说，10纳米以下的这个晶片的生产量。台积电占了92%，世界的92%。你现在把台积电如果是不见了，那整个新兴的一个 AI 产业没有办法发展，整个崩塌。而且不只是那个台积电呐，你做这个AI 啊，要运用要模拟要需要很多那个叫伺服器嘛，server 嘛，对，是不是他们是最主要的生产力？对。啊，你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关键零组件，比如散热的啦，这些，那这些东西台湾都是主流嘛，所以你台湾就把这个中国版拿掉，重伤科技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跟未来前途，对，你的手机也没了，是啊，你的电动汽车也没了，车也没开，也没办法开啊，现在车子那么多的那个晶片啊，对，所以。在这种这个关联密度之下，美国会不会放弃台湾？不会。可是问题是说，美国应该清楚讲出来，说这个你碰了的你会受到巨大打击，应该讲清楚一点。像那个普丁打俄罗斯前啊，拜登就讲说我们不会派兵。你何必讲这个话呢？可以不讲。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我觉得有时候现在民主党执政，很多时候讲的，因为他们自己讲战略模糊，那你可以真的模糊吗？因为你一下子说战略模糊，然后一下说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那这就不是模糊了，你就是释放一个错误的讯号，像是在乌克兰被侵略之前的一样，对普京释放一个错误的讯号，说我们不会派兵，我们不会支持，所以这也是会让那些独裁者有错误的想法。对，可是我现在比较深入的想啊，美国啊不承认台湾独立啊，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台湾基本上应该是我们美国管的。因为日本对美国投降嘛。对嘛，我经过太平洋血战，我把台湾这些吐出来，突然说台湾我花了很大代价，才拿下来的。对，
台湾变成不能够，变成说对我不利的地方。所以1950年美国第一舰开进海峡，也就是说，台湾你不要碰，对不对？那他是没有说跑下来说这台湾是我美国的属地，他也怕麻烦。其实如果美国这样讲，全世界很少有人讲能够反对他了，因为本来这个二战前台湾是日本的，就日本的领土，而且经过马关条约啊，这是正式国际公约的啊，划出去的。所以说，其实呢，这个在1947年，毛泽东在这个他们解放军报上面讲啊，就说战后我们主张台湾独立，他讲的。2年后啊，这个1949年1月，蒋介石啊还发电报给当时在台湾的陈诚啊，就后来当过台湾的副总统嘛。陈诚又说啊，台湾是我们把它建设成复兴的基地。蒋介石就写骂他说："哎，台湾现在这个我们托管的地，你不要大声讲什么复兴基地，像会被人家笑的。"换句话说呢，1947到1949，毛泽东、蒋介石都没有把所谓台湾当成所谓中国的领土，没有。他们也很清楚，国际法上也不应该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因为文件上面就是没有符合的条件的。所以说呢，你看，当时二战以后，麦克阿瑟说啊，台湾由国民党派人来接收日本的投降，啊，接收日本投降就把日本人军人缴械嘛，把人送回去嘛，啊，接收嘛。那么其实越南呢，16度以北啊，北纬16度以北啊，好像也是国民党来接收，跟台湾一样。后来越南是因为当地的越南人跟法国人说："你接收完了，日本走了，请你也走。"所以国民党退回去。东北本来是叫鄂国去接收嘛，是后来接收完之前后，满洲国那些，后来也就叫回去嘛。只是台湾当时没有人主张说叫国民党回去，而且呢，中共得胜了嘛，那一大堆的那个国民党军跑到台湾来。那美国一看呢，那个，他本来要放弃台湾，就是说想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来他发觉，哎，他对美国是怀有敌意的，所以赶快第一舰就开进台湾海峡，所以造成今天两岸的这个分离嘛。分离其实是，严格说起来，美国的态度就是说，不管开罗宣言或者波茨坦宣言讲什么，基本上就是跟中华民国的关系。不是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所以台湾这块地还有可能是以美国来，我是我的军事占领地啊，我不见得就让它独立啊，可能美国也还有这个意思，很有趣的。不过我认为说台湾现在独不独立不是重点，因为已经独立了。事实上就是啊，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军队，什么都是自己的啊，自己的货币啊。独立了，你不用到处去讲要争取独立，那你说"台独"这个名词就是很乱加的嘛？你不会叫美国政府说你是美独，美独，说有点难听。说日本人说你是日独，只有说台湾独立过来给他加个"台独"，台独，对，这是国民党、共产党做出这种事情来。人家明明独立的，你骂人家那个独立是坏的，所以这个就是台湾了以后说啊，不要再去谈什么独或者统。我就是独立国家，可是要做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你一个人，你单身的人啊，你很难叫法院说："哎，请你给我一个单身证明。"他说："没这种证明啊，你单身就单身嘛，干嘛要证明？"而一个单身人，他到什么时候要去证明？说人家说你是他的配偶，对，就像现在大陆说台湾是我的一部分，那你要是跳出来反对，台湾应该是说我对不起，我是你一部分。那这个要反对什么？就是反对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